这分钟我着了紫色衫衬外套，怎顾得到你爱西装加领带？彼此都错过了最好的那场戏，这分钟试下你与我。我其实想搵翻份工翻，唔想夹喺女友同我妈妈中间。去到西餐厅，我偏偏想食中餐。过多几年，忽然我变咗个中坑。睇下夹唔夹，睇下夹唔夹，睇下夹唔夹。睇下夹唔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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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睇下夹唔夹。Gary 陈日君 ，Miss Winnie Yip rematch。好啦，哎，不如你嚟介绍下啦，今日。不嬲都系你开先，系啦，所以我哋今日就唔不嬲啦。你谂下，坐喺隔篱咁靓，吓到佢晕咗，你嚟啦。佢需要少少孤单佢自己。晕咧一阵阵啦，而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嚟翻 WeMatch 嘅第二部分啦。OK。继续。今日我哋有今日特别嘉宾林千羽 Coffee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Coffee 林千羽。Coffee 埋啲啊，唔好咁啊，咁三步。好啊。我惊咗你啊嘛。唔惊啫，傻嘅。我都有饮开 Coffee 噶。是咩？系啊，我唔俾人飲嘅。我都唔係講你。我都話俾你聽啫，我啲我都係其中一個 coffee 嚟噶嘛。係啊，我要介紹我自己㗎嘛。耶！嗱，你要介紹自己啱啦，因為咧，我哋每個嘉賓上到嚟咧，都會有一分鐘時間俾你介紹嘅。哦。咁但係呢一分鐘千祈唔好睇小佢，因為一分鐘裏邊令到別人點樣覺得你係點嘅 coffee 好緊要。嗯。好嘛，考下你咯。好。交俾你一分鐘。咁大家好，咁我係林千羽啦。咁我咧就係2009年入行嘅，咁嗰陣時一入嚟就係做星之天使喺 TVB 嘅。咁我喺 TVB 做咗6年啦，咁都做過好多唔同嘅角色啦。咁到最尾最為人所知應該係衝上雲霄做阿馬國明嘅女朋友啦。咁到之後咧，我離開咗 TVB。咁就出到嚟咧，我就教瑜伽啦，咁啊改變咗我嘅事業啦。但係其實咧，我又同呢一行有啲拉楞嘅喎。咁我一路都有拍緊戲嘅。咁最新作咧就係《一浴一世界》，咁入邊咧我就會係男主角個女朋友嚟嘅。咁大家就記得留意啦。幾耐啊？40多秒啊！啊，我見到阿 Coffee 都好點樣講？即係佢介紹自己，全部都係工作嘅喎。即係啲 project 啊、戲啊，即係啲發生緊嘅嘢，全部嘢。咁其實我想問下 你自己工作其實排你人生係有幾重要咧？第一位係屋企人，第二位係工作，第三位係朋友，係啊，跟住落去感情、愛情，係咯。哇！喺擺到好尾喎。係啊。點解嘅？因為。我是受過傷害的小雀仔，受過傷害是啊，所以就都不是的，你人我覺得人你一定會有受過傷害的時候的，但是可能就個傷害比較大，所以都用比較長的時間去復原。現在都是滴緊血，冇，而家其實呢我人是很奇怪的，我是表現出來其實我是沒事的，我是不會有事的，就算我失戀那一天我都不會有事，我可以出來跟你 high tea，但是我回到家裡我就會失縮一下，就會療傷了，是的，但我其實沒有療傷的，我只不過是舔個傷口應該吧，遮住它，但是到很久之後你見到那個人或者遇到某些東西你才發覺，哦，原來我未好回，是的。為什麼你會去考一個瑜伽的導師牌？我其實考瑜伽導師牌是當時我在 TVB 做了3-4年，那時候經常做的角色都很性感的，但是呢我很想告訴別人其實我不是花瓶來的，我是有腦的，我是懂做事的，同埋我都覺得人是需要有一技之才啦，可以如果第時有什麼不行或者是突然之間沒有份工作，我都可以是有個職業咯，怎麼知道做了一下，哦，原來我有這個 talent， 那就 OK 了。我想問一下導師牌呢，首先有什麼 criteria 他才會收你的？
其實呢我原本呢去問的時候，其實它是個資格一定要是做夠兩年或者以上的瑜伽，是啦，才可以。因為我在想呢、我又想去啦，可不可以練到這樣的身形，說服力差一點啦。但是那當時很有趣，我跟我的老即、我的恩師啦，那時候傾過第一次電話，我就好，那時其實他已經是修生修完了，他聽到我的電話，他就問我你都好趕下喎，我係啊，我話係啊，好趕啊，趕住做導師。我話其實佢話咁，你知有冇做過瑜伽？我冇啊，冇做過。佢話一堂都冇。咁你知唔知瑜伽係咩？我上網大概睇過。跟住佢話咁點解你覺得我會收你咧？你有冇睇過個認可，即係個資格喺邊度？你有冇睇過咧？我話有，不過凡事都有意外噶嘛。跟住我咁樣同佢講，咁、但係我唔識佢嘅。跟住佢就話有咩意外咧？可以我話冇啊，我啲筋骨好軟咯。佢話有幾遠啊？我話遠到你諗唔到咁，跟住佢就覺得佢我嗰時問佢點解你會收，佢話因為我覺得你是一個好自信嘅人咯，同埋你即係你應該可以做到啦。既然你咁講，我即管見下你睇下你有幾犀利。咁一見你有冇真係睇睇你有幾遠啊？啊有啊有啊，即係佢有其實我覺得瑜伽老師唔係話你有幾遠咯，而係個認知啊。因為其實佢幾中意我係因為覺得我係一張白紙，而我有嗰個天資，佢覺得。他放任何東西在我身上我都可以吸收，很快就吸了。但反而可能我的同學是學了十年八年瑜伽的，真的十年八年很厲害啊。他們那時是我是聽不明白他們任何所有說的東西，什麼就是專業用詞我是不明白的。你是不是去了印度班那些？不是，但是他們就變成他們有自己一定的認知咯，即是他們會說怎樣怎樣那些先入為主技術上的東西、所以我是有，但你會受到歧視呢？喂，我練了十年八年才來上導師班，你就玩都沒玩過，玩都沒玩過，你哪位啊？只是靠自己的骨骼夠軟，是啦，所以呢我很緊張，所以我很勤力，我就即我很留心咯，每一他說什麼我都很留心聽的。到他要做某一些動作的時候、我是真的差的，我是真的做不到的，有些我不明白嘛，我不知道其實我的手怎麼出力或者我的人要怎樣做、但是、我上完第一堂我沒有放棄咯，我就回家。其實那時候又要拍劇，因為我那時候剛好開工，但我給了60,000出來考這個國際認可資格，沒理由不去嘛、所以我就一路夜晚就拍劇，日頭就回學，夜晚拍劇，那排剛好都是夜晚的劇，那就很辛苦咯。很辛苦啊，一個星期回幾多天、都5-6日的，5-6日的，五六日啊 ，full time 嚟嘅，其實係，所以嗰時其實我推咗都推咗少少，即係推咗啲劇咯，即係為咗去個考嗰、那個國際認可資格。但係我覺得係值得嘅，而家諗翻轉頭，但係嗰陣時係好辛苦，係啊，最緊要值得嘅啫，係啊係啊。咁你而家有幾多學生啊？我諗大概有我諗10-20個咯。咁幾好啊，啱啱開始做，係咪大部分都係男士嚟㗎？唔係，一半一半。有接我做乜嘢啫？冇啊，冇啊，隻牙有啲事。其實 OK 嘅，有啲人都會咁諗噶嘛。唔係有啲人覺得咧，瑜伽係女仔先可以做，但其實唔係男仔更加應該做。啊、喂，咁但如果以 Gary 咁樣嘅 Gary 咁嘅身形咁啊，點樣做咧？點做咩？佢身形 OK 啊，好 fit 啊，我見到。哇，好識講嘢。你再你唔好揭開隻手。係啊，咪所以你揭開隻手就揭開到件西裝褸，內有乾坤啊嘛 ，feel 到。我唔介意你望耐啲，不過冇啊冇啊。我會爆紅的，coffee 會嘔曬出嚟啊！應該唔會，繼續係啊咁咯。咁都會有男性嘅學生嘅。好多好多，我都即係同埋咧，通常有好多好多。我要走點啊？唔可以走音嘅咩？可以。哇！喂，你咪 brief 咗佢啊！我 brief 咗佢。哎呀，太好啦！先今日太好啊！喂，坐直啲啊！你要係點啊？你繼續中意做你中意做嘅嘢。出聲啦！冇，我哋 WhatsApp 啦咁啊。WhatsApp 傾咯 ，WhatsApp 再傾咯，冇喺度唔好講啦。咁會唔會即係真係即係男士嗰個比例都多，即係學生一半一半。一半嗎？通常咧就男仔對我學，有啲就可能本身已經係識我噶啦，咁佢上我堂。
咁一開頭有啲咧就係抱住個感覺係，啊，既然我都要學啦，一個個樣唔差嘅同一個可能即係阿太咁，咁點解我唔揾個靚女學咧？佢哋咁同我講。佢哋咁同你講啫。係啦，咁我佢就話，既然都係俾錢，唔係。啊，對唔住，真係，但我都好意外人哋咁講嘅，我都開心嘅，好意外啊，我都暗爽咗嘅 ，surprise 咁就咁就又上堂，咁但係咧第一堂上完佢哋真係覺得哇，原來真係得嘅喎，即係上完一堂佢話，哦，我終於唔係為咗你而嚟啦，我係真係想，佢話我覺得我舒服過去揼骨，即係佢話我成個鬆曬啊咁樣，係啊，啲男仔今日有個我今日啱啱上完個女學生，佢都係咁樣同我講呢番説話，佢話其實我好中意揼骨嘅，但我發覺上咗呢啲堂之後咧，真係唔使去揼骨咯。可唔可以收我？可以啊，好正，真係個收唔收得 Gary 咧？如果唔收得，即係俾錢咪得咯，係俾錢就得㗎啦，係啊，大家。成為單身出去俾現金又等碌卡，話黐線，拎埋部碌卡機入嚟。其實我已經隨身攜帶咗一個碌卡機。哇，好犀利！咁其實而家喺邊度教啊？而家我會周圍去，因為其實普遍我嘅學生咧，佢哋都係比較繁忙啊，咁所以佢哋係冇時間話我去你個 studio 啦，佢哋係唔會噶。但你本身有冇 studio 先？我冇嘅。我就周圍走咯，咁樣會好啲，因為比較 flexible 於即係幫啲客係咪？同埋因為我有諗過嘅，但我 book 一個場，我諗緊我有時可能走去拍戲，我有時可能出咗埠，咁其實佢哋揾唔到我，好似我啲學生成日話我，你仲要擺個人喺嗰度添？係啊，老師又走佬啦，唔知去咗邊啊咁樣，係啊，咁所以我應該唔會租一個 studio 住。我想問點解你的身體會咁柔軟，即係柔軟到你可以話俾人聽你意想不到嘅。係咯，同埋你一見佢，你做啲咩 pose 令到佢即刻收到你柔軟？係啦，首先可唔可以即刻示範下㗎？你有咩底子啊？唔係，我係細細嗰陣時候我睇周星馳啲戲。咁啊！突然之間，我唔記得嗰套係咩咯。但係突然之間，佢喺架車入邊揸架車，跟住之後就拎只腳上去聽電話。但係嗰只假腳嚟噶嘛，佢話喂咁樣，咁我就玩咯，就想玩自己隻真腳。係啊，咁我咪試下咯，又 OK 喎。咁跟住細個嗰陣時學跆拳道，咁跆拳道第一堂就係拉筋啦。咁佢個老師就要我哋拉個大字馬落去，咁我就佢我開頭話哦唔得，我好驚，好驚。跟住點知啪一聲咁，我落咗去咯。即係我已經係大字，已經唔係大字馬，我係淨貼咗落去啦，係啦。咁跟住佢哋就話：哇，我話 OK 喎你咁。咁其實我由細到大都知道自己係根源嘅，但係其實我學咗瑜伽之後，我發覺根源並唔代表一切，因為其實瑜伽好多動作係講力㗎，即係你要有 power 㗎，你要將隻手可能支撐成個人嘅力啊，或者點嘅。咁如果一個好肥好肥，有兩個 Gary 唔係三個 Gary 啦 ，Gary 最緊要條筋黐咪得咯。咁但係你即係呢啲咁樣嘅學生可唔可以學嘅咧？可以，其實每一個人都需要學瑜伽嘅。哇！因為瑜伽其實唔係瑜伽其實係即係會拉筋咁啫嘛。你做任何運動你都要拉筋㗎，係咪？咁瑜伽其實佢有包含拉筋，我唔係代表話全部，但係你一定可以攞到你想要嘅效果咯。佢講到咧，你唔學咧。係即係係直乜嘢？淨係瘦減瘦咁嘅感覺。係啊，你唔知咩筋長一寸，命長一年啊嘛。聽過啊。所以呢個係真㗎。係嘛？係啊。哇！搞到我仲一張凳，自己成日喺度跌咗落去。不如我哋就同埋你唔好做。同埋因為你睇到佢係長期個鋪勢好直㗎。係。哦，係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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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係你望下隔離 Benny。我啲女學生咧，你望佢。唔係，我啲女學生咧嚟上我堂，佢係話。係。嗱，你咁樣咧就會搞到你嘅脊椎咧就會歪咗啦，嚇，係啦，咁所以咧，係所以你要坐翻直個人啦，咁啊個人就唔會咁容易歪。我今日有個女學生，你唔好話佢軟得㗎啦，新修嘅，咁佢係成個人歪咗。哦，係啊，佢係咁樣咯，佢長短鏡，佢好多應該好多痛症。你點知啊？你睇到一睇就睇到，唔係其實佢做一個動作我就睇到曬啦。佢做一個動作，佢條首先佢條腰歪，然後之後我再睇佢膊頭高低膊。然後再看他的頸長短頸，但是他不是做什麼動作，不如叫 Miss Steve 做一個動作給你看看，其實很簡單，站起身跟著蹲，即是個人你做啊，你做完我做啊，我真是坐了，我做完他就說不做的了，不是啊，我一定做，是這樣先啦，費事啦，站在那裡連看腳趾都有困難，繼續，不看眼而已，那就，因為他一開頭他說上我堂，他是想想要個屁屁吉啲，想要條腰瘦啲，咁樣，即係想要個身形。咁但係到上第一堂，我同佢講：你嘅問題唔係你嘅身形，而
而係你成個人。佢話真係真慘嗰個人，真係。咁你有冇話俾佢聽要幾耐先至可以搞得掂？我同佢講話，其實因為佢入到嚟話：哎呀，我要減肥啊，我想咧瘦腰啦，我想個屁屁趌啲啦。我話嚇，但係你跟住我望一望自己，但係你瘦過我喎。咁佢真係瘦嘅，佢四肢都瘦嘅，佢係有少少肚腩仔啫。但係你見到呢個女仔，你喺街度見到你，覺得啊瘦嘅，係啦。咁但係。我發覺佢嚴重的問題是內在入邊骨啊，所有嘢嘅問題咯，係佢哋只腳係 S 型嘅喎，即係佢兩個膝頭哥係拍埋嘅喎，咁佢只腳分開，咁令到佢有扁平足喎，咁呢啲全部都係一啲問題，而係佢啲生活習慣。個樣靚唔靚？靚嘅。哇，咁啊好醜唔抵。係啊，好唔抵。係呢行人定係普？唔係普通人嚟嘅，普通人嚟嘅，係啊，普通人嚟嘅。有分個樣靚唔靚而抵唔抵嘅咩？冇分㗎。咁靚咯，咁啊嘛。嗱，你有冇？你咁樣，我聽到係咁嘅意思啫，就係咯。哇，聽嘢好勁啊！睇下係咪真係先。我聽到咁多弦外之音嘅。得啦，你係繼續。嗱，我又想問下你同阿 Benny 點識㗎？我同阿 Benny 係年半前啊，嗰陣時因為一個佢揾我做一個 job 而識嘅，係啊。你有冇懷疑過佢嘅性取向？又嚟啦，係嘛？我覺得我又冇喎，冇，即係你覺得佢係正常？我覺得佢正常嘅。唔係，我冇話嗰啲唔正常，只不過因為我好似有聽人講有一個女仔以前係佢女朋友嚟噶嘛，所以我知佢正常嚟嘅。可能掩飾啫。嚇，我哋繼續講翻係 Coffee 啦，你講 Benny 咗呢？咁我都了解佢掩飾噶嘛，因為我原因有即係有嘢問噶嘛。咁嗱，之前你面對一啲即係公關嘅危機啦，我咁講啦，咁啊。Benny 有冇出手幫你？我都有，嗰時我一出事嗰時候揾佢啊，係啊，咁佢都大鑊咗。唔係，但係反而嗱，本來好啲嘅，唔係反而唔係，因為我嗰排咧，我真係心情好差，咁所以到之後佢可能佢俾啲有俾意見我，亦都佢其實佢周圍揾人幫我嘅，佢真係有周圍，即係第一件事佢就即刻聯絡啲記者睇有冇得即係輕手啲，可以 cover 件事啊，或者點啊，咁其實我都有打俾佢，同埋打俾另外兩個朋友咁樣啦，咁佢都有幫手係咁即係俾啲 advice 我嘅，咁又咁但係嗰刻因為我真係太個情緒太過低落啦，咁所以我都即係真係可能有時冇應啊冇性格，我就自己啤埋咗，係啦，咁但係反而到最後其實我又即係我又自己企翻起身咧，係因為真係突然之間醒咗咯個人。即係我真係你問阿 Benny 啊，我嗰排係完全係我都想應佢啊。其實我有時候應佢，但我有時應佢，我又好失常嘅，即係會喺度喊啊、剩啊，咁佢都唔知可以。所有嘅 message 全部都喺我電話。係啊，兩個咁你想做咩啊？咁樣嘅。係啊，咁但係做咩啊？但係我反而多謝係喺我出事之前咧，佢真係佢都好幫我啦，即係所有即係幫我約啲訪問啊，因為嗰時佢。即係都知道我識做瑜伽嘛，咁佢都有幫我啊，不如你同做下啲咩訪問啊咁樣啦，咁我都覺得好好。咁但係最好嘅係佢介紹咗啲勁人俾我識咯，係啊，即係佢介紹到啲即係可能傳媒界啊，甚至乎係一啲好勁嘅人啊。咁我因為佢識咗佢哋，咁佢哋都有從中幫咗好多咯，係啊。我哋今日快少少跳入皮問好嗎？好啊，好啊，因為即刻跳啊。你係咪夾到？夾唔到啊。哦，都好啲，因為係。超級霹靂無敵咁特別，即係以我我識你咁耐，完全冇聽過你。冇聽過呢個形容詞，咁嘅 description 對一個嘉賓。冇錯，因為我諗喺我哋真即係我啦嚇，真係係公開咁去做皮文開始啦，2009年開始啦，到今時今日應該佢係排頭三嘅特別。哇！玩到頭先部機都輕。喂，唔係喎，你話你嘅平生定呢個節目啊？平生咗啦！嚇死啊！唔係呢個節目啫，係咪啊？呢個我想喺度。你個自傳幾時出啊？唔係呢個回憶錄。等你出咗先啦。等你出咗先啦。誒，我出咗啦。Coffee 其實咁樣嘅。好明顯 ，Benny 冇介紹過我俾你識啦。其實我2009年開始咧，係喺商台有個節目，咁啊商台有邀請我做個嘉賓，咁就由2009年應該做咗3年半。咁每一個禮拜日咧，佢都揾一個 artist 上嚟睇嘅，就會睇下佢嗰個，即係我哋睇下佢個皮紋，要拆解佢成名嘅要素啦，佢叻喺邊，唔叻喺邊嘅。咁 Benny 好明顯係冇講過啦。我好簡單咁樣講，即係冇咯。2009年啦，同埋同埋咩啊？我都唔知。唔係啊，呢啲information其實我之前冇聽過。
哦，即係你冇調查過我，唔緊要，因為你上 mmpoon.com 嗰度都有寫噶啦，即係都會介紹我哋主持人係做過啲乜嘢嘅。哎呀，十幾集都仲係咁，唔緊要，朋友係唔會起底。冇問題，呢個世界充滿友喎，呢個世界充滿資訊嘅，爭在你睇唔睇嘅啫。係啦，咁跟住而家我同阿 Gary 都喺新城電台，我哋逢禮拜五都有個有個環節嘅，都係會請一啲 artist， 不過係媽媽啦，咁就上嚟分析下佢嘅評論，睇下啲親子關係。咁而 WeMatch 咧都係有咁樣嘅，咁我哋托阿 Benny 嘅紅福啦嚇，雖然佢唔係好瞭解我哋，咁就佢都會揾一啲佢啲朋友上嚟睇啦。而點解會咁樣講，就係睇過咁多個差唔多三百幾位嘅 artist 啦。咁你嗰個係都頭三位特別嘅，嗯，係好難得嘅，好難得，好難得。你睇到你十隻手指黐到咁就知啦。嚇，係咩？我以為不嬲都要黐到咁。係啊，咁你關人事喎，你咁樣黐嘅。咁啊，但唔緊要。咁啊，重點係首先 ，Benny 估下係邊一隻動物先 ？Coffee。Coffee 知唔知有幾隻動物？我知，我頭先佢有俾我睇過。OK， 有。得啦，捉唔捉料咁解啫。好叻。係啦。老虎，老虎，我個。你覺得老虎？有老虎、貓頭鷹、冇尾熊同變色龍。係。嗯。哦。咁阿 Gary， 你估咧？我覺得佢，我都覺得佢個來勢洶洶係似來勢洶洶係嘛？但係我又唔想同阿 Benny 嘅答案同一樣。咁你揀個第二個咧？我揀係變色龍，因為你講到咁稀有佢。哦 ，OK， 咁、可能佢係逆師嘅老虎添啊。嗯，咁你唔好受我影響，佢稀有唔一定喺個動物嗰度顯現，佢係貓頭鷹嚟嘅。貓頭鷹係咩啊？貓頭鷹係好多時都會諗嚟諗去，諗嚟諗去，好多嘢諗嘅，係諗得好緊要，而且諗到篤篤。再諗翻轉頭，再諗，隔咗幾年都會再諗，隔咗幾十年都會再諗，好中意翻輪嘢嘅。係啊，係啦，諗得好緊要。咁同埋，估唔到喎，其實因為你個勢咧係好老虎啊，係咪？老虎係咩？即係好知自己要啲乜？誒，你隔離嗰個，一睇就知成老虎樣啦。哇！你又問咩係老虎？你講曬啦，一睇就知老虎。我話你形勢似老虎啫。嚇？我話你嘅形勢似老虎。哦，咁你講清楚啊嘛。出嚟啦，睇唔睇到啊 ，Coffee？ 係。出嚟啦。出嚟啦。係啊。嗯，係啦，佢示範啫。佢真正嘅性情唔係咁啊，仲衰啲。嚇！咁所以咧，咁估老細包兩啦嚇。呢啲咪瞭解我。我估你講到咁，又冇俾我咁。你估五百，咁你估咩咧？五十啊。咩叫五百？咩嚟？好衰！普遍型嘅腦細胞量。哦，咁我估十啊，因為我都係好衰。好笑！我打咗啦。普遍人，佢咪話我打你咯？係咯，有禮貌咯，咪話有禮貌咯，單聲先到。普遍人嘅腦細胞量係講緊90至到140億粒，呢個數字講緊左腦加埋右腦個數嘅。O、okay， K， 即係話一間出嚟嘅 report， 左腦係45粒，右腦係45粒，呢個非常之正常嘅腦仔。係啦，如果你真係得十同埋十咧，我哋就唔會傾落去嘅。講真，佢應該就會熄燈啊，有咩啊？因為低過70係智障。咁我俾你睇先。係啦，咁所以我哋就熄燈走㗎啦。如果真係得十，因為冇哦，太好啦，咁可以咁樣。可以，但係唔好喺外面傾，唔好影響咗啲聽眾啊。得啦，左腦咧，你得未啫嘛？左腦咧，我未估。佢話十啊嘛，唔係你話五十啊嘛？佢都 short 嘅咧，估埋四百二啊，四百二 ，OK， 你而家唔估五百二啫，今日我估五百喎，哦 ，OK， 啊，左腦咧得啦，左腦係292.5，哇，右腦係306.1，哇，咁正常係幾多啊？正常係90至140，咧去到600啊，哇癲喎呢啲，熄麥啊走。識得好危險啊！呢個地球受到攻擊啊！個六百嘅有一位就係招招招招係嘛？招招都唔係都冇過五百喎。招招好似都冇過三百幾啫嘛。招招好似四百幾。招招係 Nicola 嚇，大家唔係因為唔知邊位嘅 Nicola， 唔係邊位招招誒？係邊位 Nicola 傻豬？煩咧！呢兩個好煩啊！我做咩拖埋我落嚟？我哋嚟噶。我交曬俾你，又有時間拖累我啦你。睇緊嘢睇嘢，而家呢單嘢話俾你聽。好啦，佢嘅左腦同右腦加埋係超過600。咁我話我記得我做過超過600而公開過嘅咧，得一位，嗰位就係陳淑莊啦。知邊個陳淑莊啊？唔好意思。正行真係唔知。我比較陳淑莊係。陳淑莊是大律師嚟嘅，本身咁佢都係我哋之前為民請命嘅一個議員嚟嘅，亦都係從事舞台劇嘅有。哇！係啦，咁樣咯，咁所以好犀利，
好犀利嘅，好犀利。其實腦細胞量犀利唔代表個人好犀利。我知啊，即係但代啫係咪啊？係。我有做功課㗎。認錢係咯，係代表個人諗嘢。十日冇做做啦，梗係死都要。代表諗嘢非常之複雜，好複雜。你係冇乜人真正可以了解到你嘅內心嘅。怎麼了解你這些表情的回應，沒錯，但最特別的那個不在這裡，最特別的是十優狀元，不是十個人，因為我們有十個手指，代表十個的腦區，十個腦區裡面你有八個都是優秀的，哇，八個都是厲害，打他吧，我贏，喂，說完我贏九個，什麼啊，什麼啊，我贏有冇刀啊？其實都我仲要所有十個都優秀啊！唔係，其實都差唔多九個，因為佢有其中一個即係排第九嗰個咧，係8.95%。咁我哋話9%已經係紅色，即係優秀區域，佢都係8.95%。正常人係都係差唔多八，梗唔係啦。係，其實一個人有一兩個優秀區域已經好犀利。我哋最緊要係最緊要知道佢邊一兩個係優秀區域，然後將佢發大，即係佢嘅天賦潛能可以發揮到出嚟，其實佢就好開心噶啦。有陣時八個係比較複雜啲添，因為反而冇好。唔係，即係你好平衡嘅，樣樣嘢周身都係刀。咁但係你嘅問題就係諗太多嘢啦。係啊，真係好諗好多嘢，呢樣我知嘅。但係你頭先都講中一樣嘢，就係冇人知道內心世界諗緊咩。好難找到講成抽都真係話你講中一樣啫。咁我未講其他，你講佢講中曬喎。哦，係乜嘅？你做乜攻擊佢？我唔中意喎。係啊。哇！所以咪冇人明白佢，所以咪冇人明白佢諗乜嘢啦。唔係中意啊！嗰啲真係想死。好啦，咁得啦，而家估啊。唔係我想十個腦區邊個排你頭三位就係你呢個人嘅特徵點。咁而家兩位可以開始估啦。哇，真的很重啊！好，我想他是因為剛才我聽他講嘢，我而家先睇到個 report， 已經覺得很重了，真係佢嚟嘅。佢好第一個是他好嗱，頭先佢講嘅對話已經有 hints 噶啦。我估中咗，我估咗兩。俾佢先啦，你估咗哦？咁估啊！我哋而家要估咧，係要估咗嗰個項目之外咧，要估個排位嘅，即係一二三啊。自信應該第一。自信排第一 ，OK。跟住仲有咩啊？你頭先講表達能力嚇排第幾啊？哦、oh, ，OK， 咁買埋第三啦，你係買 pace 係啊，係位哦，係啦，我就係想要呢個 term 啊，上一集位置 Q 啊，位置 Q， 快啲啊，位置 Q， 你以後都叫位置 Q 啦，快啲位置 Q， 好似唔係話先 U 嘅。不要笑，繼續。我完全沒給反應。快啲啦！我覺得比反應都失禮咗。你啊，快啲啊！他估埋第三個先啦。由佢去有排諗啦，貓頭鷹諗一世未諗到啊！咪肢體嗰個控制嗰個。哦，即係律動。係啦。嗯。我覺得第二係佢嗰個手腳靈活程度。第一佢係佢係。第二係手腳靈活程度。第一佢係表達。第一係表達。嗯。第三係記性。第三係記性。OK， 好。你啱咗第二，你頭先估佢律動係咩啊？第三，第三。哦，你錯咗啦，係第二嘅。佢嘅肢體靈活程度係第二位嘅。我咪中咗咯。係，我咪話你中咗咯，咪中得嗰一行，有咩咁勁啫？咁人哋一行都冇嗰啲點啊，咪死。咁啊係，因為識咗咁耐，耐過你都唔錯。又話處理公關危機嗰啲咪咯，係啊，失敗機啊。OK， 好啦，但係頭先其實佢有一個好大嘅 hint 嘅。係，我噏唔出啊。你記唔記得頭先佢講話？點辦？又噏到張信邊度講唔出嘅呢？咦？唔係喎，我睇錯啊！你啱啊！自信肢體動作係排第三啊！我扯 ，sorry，sorry， 扯，第二位，因為好近啊，好靚佢嘅 graph。第二位唔係啊，第二位你個估唔中，係佢韌力啊！哦，韌力啊，條筋，咬住唔放嘅能韌力啊，嘅意志力啊。第一係咩？好好強，好可以搶嘅。你睇佢考牌就知啦。係，第一係乜嘢咧？唔學都再考，總之我就係要多一個技能。頭先你聽唔聽到佢講啊？我俾咗60,000個喎。Money，money。係，佢管錢能力一流，非常強。同埋佢係唔會開一個梗咗個 studio， 即係好多時啲人會。係咪啊？好多時啲人會門面啊，喂！我而家出嚟做導師，梗有門面啊，裝修好靚啊，請個女仔去 greeting 啊，傻嘅，係佢唔會咁樣咯。去到邊都得，係啦。咁同埋呢個都係佢嘅優點咯，好強。你嘅理財能力啊，
佢仲理埋你啲財，錢銀係好強。但係我反而我又唔覺得，我唔知道自己係理財能力 OK， 我淨係知道自己好誒識計數啊，唔係好識計數，而係好慳咯。唔關數字，即係唔關你 calculation 計數啊，或者翻學嘅數學科，係關你會好識格價啦。好知道買嘢係咪買貴咗啦？你係咪呃緊我啦？嗰樣嘢買貴咗會好唔開心啦。佢唔會買貴嘅，所以唔會有呢個唔開心。okay? 我有試過㗎，我買完條裙啊，點知我去見到哇五百幾蚊，點解喺嗰度二百幾蚊㗎？跟住我真係抌親咗一個月，好得意啊！抌爆咗隔離個親。位置隔離啊，佢冇話左右。我未識佢，佢冇得抌啊嘛，系繼續。好，咁所以頭一，你又知？而頭一位佢嘅邏輯啦，好強啦，跟住第二位就係韌力啦，第三位係佢嘅肢體柔軟程度，第四位咧就已經係手指嘅靈活程度，平衡力係一流嘅，係一條線嘅，即係平衡到不得了嘅。即係好容好唔容易會咬柴撲親差錯腳嗰啲嘅，即係好強啊！咁所以我即係我哋唔會知係因為佢四年嘅瑜伽嘅成績啊，因為呢個可以係睇佢 present 噶嘛，睇佢而家定係佢本身就係天生咁咯。但係你係好強勁，好勁。我諗我唔係天生，因為我以前嘅平衡力好差，我以前成日撲親噶。我以前成日咬柴，即係行路咧，我可以咬完呢邊，咬呢邊，咬呢邊，即係連續咬四下，跟住但我都可以企翻起身嘅。咁我相信嗰個係某一隻。係啊，因為你嘅平衡力咧，係一邊咧係11.14啦個左腦，另外一邊係11.15嘅。好近喎！好近啊！呢啲真係好難得嘅。可能佢呢個瑜伽嘅鍛鍊，呢四五年一定會有啲一定。但係我覺得係反而練瑜伽，反而令我唔驚咯，知道自己有平衡力咯。嗯，係咪呢樣嘢咧？咁第五咧就係佢嘅聽人講嘢嘅能力係10.8%，佢個講嘢係10.5%，所以其實佢好 balance， 佢唔會插嘴，但亦都唔會啞咗嘅。但係佢駁嘴能力係非常之強。哇！呢、這個直情有目共睹啦，講佢會咬住你啄死你唔放。如果佢決定咗要啄你嘅話，一係就唔騷你。唔好抌啦嚇！係啊，我唔騷你嘅時候，我一句都唔會出聲。So what？哇！你係老虎咁咪點啫 ？Thank you 。你見我唔到啊，永遠都我見到投影。你睇唔到我視線裏邊冇你咁。我有火，我唔中意，我唔中意做呢個做鏡。係唔好理佢啦，好 short 嘅，你唔好理佢啦，係啊。咁而且佢睇人眉頭眼額係好叻嘅，好叻。係啊，我覺得呢個唔啱。你繼續啦。我係喎。唔係幕後嘅，其實都係效果嚟嘅啫。咁樣，下次請你飲茶。哇，好勁啊！你啲星球大戰效果啊，繼續。你咪黐咗人，話曬都係 guess 啦。你做咩俾人挑引到嘅啫？邊個佢邊個挑引我啫？而家智障啊！你直情係智智障啊！自己著咗啊！唔好話 Benny 啦，成日都話我同學係魏子喬。咬嚟咬嚟咬，跟住張凳啊！但係其實綜合上面嘅條件都未係成為最特別嗰位嘅。係咯，我成日想知道。係啦，佢最特別除咗個腦細胞量好高之外，可以唔使理佢。係啊，佢最特別嗰樣咧，好多你哋係估唔到嘅。其實佢男人咧，佢嘅要面程度啊，係低到最後。係最後嘅。哇！勁啊！呢啲你紅梗啊！話俾你聽。嚇？點解啊？但係你嗱，我話俾你聽，喂，你越後你越講越後，其實佢係最佢係低得好緊要。嗱，我哋講緊佢平均都係講緊11% 啊、10% 啊、9% 啊嗰啲啦，而佢嘅要面程度去到6嘅。哇！公平均啊，唔關事，係你其實唔係好 care 外界點睇嘅，即係你唔會話你會去諗，但係你唔會話。喂，即係嗰啲咩打，即係唔係啊？打腫塊面裝半紙咧，有句説話係咁嘅，即係你唔會係充大頭鬼啊！啊，係，我一定唔會。
頭先都好明顯啊！你老婆咁咪點啫？我唔理你嘅啦嘛。係啦，即係譬如頭先你會講話啊，我買咗條裙500多元，咁可能人哋覺得個 artist 可能買條裙可能係50,000嘅，但你唔會介意，即係我唔會介意講呢啲嘢咯。但有啲人唔係噶嘛，哦，我咧，我做完瑜伽之後，我梗係想我個 studio 裝修緊，咁嘅 studio 咧，我就諗住點樣點樣有咩 theme 啊，我諗住請幾個女仔，即係你冇呢啲，你好實在，最緊要實實際際，係啦，唔使喺度。扮曬嘢嘅，哎呀！我真係抌親都講埋出嚟，笑幾好，同埋唔使同人哋分啊，嗰啲最好嘅。咩分啊？即係你咁分帳啊！租個地方你又要錢，燈油火蠟，請個人，仲要管佢。咁我上一堂我收曬啲錢唔好係咪先？哇！呢個係諗咯，但係呢個係最強嘅位置。學生嚟講，睇唔到㗎，佢又冇任何損傷嘅。係咪先？佢都係俾嗰啲錢出嚟啫嘛，係我點樣去 manage 啲錢啫嘛。我總之會教得你好好地，但係得啦，啱曬。咦，阿 Benny， 你話你知，即係佢對你覺得佢對錢緊係好有控制到嘅慾念嘅係咪？即係唔會話隨便揈錢嘅係咪？唔係，因為我第一次同佢影相嘅時候，即係我就話啊，你都應該係幾慳價嘅。點解咧？唔係，我即係睇。我看到他的行為，他喝你杯檸檬茶，不是啊，不是，他看我面相，不好意思，是啊，是啊，然後他就開始講他自己平時的生活啊，就是家裡怎樣，我就說哇，很少是女仔，就是省妹，這個年紀啊，你最省是怎樣的？是啊，講來聽聽，即係慳成點啫？最慳係有一段時間我啲唔好嘅新聞出現咗，咁樣但係我嗰段時間都係日日搭地鐵咯。哦，即係都唔會為咗唔想人哋見到你，為咗面子，通常會訂埋啊，搭的士啊。唔係，因為其實嗰陣時去搭地鐵或者乜嘢係試過啲人兜口兜面話，喂，幾多永有殘超咯，即係會咁樣講呢啲嘢嘅。出嚟你都唔理㗎啦。但係唔係，我唔係唔理嘅。唔係唔理，佢介意㗎。好介意㗎，但係我嗰刻嗱，一嚟要慳錢啦，因為真係冇一份工啦，同埋我本身又唔係好有錢啊嘛。咁第二樣嘢係我會覺得我遲早一定要面對呢樣嘢咯，我遲早一。我都要企出嚟去面對你啲説話，我早聽好過我遲聽，我遲聽我越係要收埋自己，越接受唔到。時間過咗，而啲人反而會用一個唔知點樣嘅眼神望住我。我覺得我呢刻我企得出嚟，我面對你，一定有反對嘅聲音，但係一定有支持我嘅人。即係我都遇過好多可能喺地鐵會加油啊咁樣，佢話我都覺得你好慘啊咁樣。咁即係我呢啲時候，我會想喊，我會覺得多謝你，我話多謝你啊咁樣咯。我話係啦，我會努力噶啦。即係我會覺得啊，呢啲係。你不出去，你永遠都不會聽到的嘛。好，你要近啲嘅麥，因為係咯，即係你不出去，你係永遠都不會聽到呢些説話嘅。你喺屋企，你永遠就係會覺得所有人就係覺得你係敵人咁樣咯。係啊，咁你要出去面對翻呢個世界。不過其實講真嗱，我唔係馬後炮，我唔識你啦。今日之前咁，但係我之前我見你面對啲 media 或者有時啊，即係啲動新聞啊，見到你嗰啲形態嗰樣嘢，其實我覺得佢 OK 嘅，即係佢頂到咯。哦，係啊，即係佢又唔會。哇！即係都會病埋自己諗咯，佢唔會出街諗噶，死人冧樓咁樣咯，出到嚟。係，其實我都想死人冧樓嘅，但係又會即係又會。放心啊，你係自殺唔到嘅。係我知啊，因為我係我貴啊嘛，自殺。唔係，又要買槍，又要買藥。係計過。計過，聽下啦。嗱，如果我自殺咁會點咧？自殺咧，我諗到啦，即係我自殺，我梗係一了百了啦，我諗唔到嘢啦嘛，我以後冇咗呢個人，咁冇嘢嘅對我嚟講，我覺得冇乜損失嘅。但係對於我諗到我爸爸媽媽，首先我媽咪啦，我媽咪好 emotional 啦，我媽咪一定會搞到自己可能係食唔落飯啦，一個月都唔食嘢啦，然後之後落唔到牀啦，日日喺度喊啦。咁我諗到呢啲嘢嘅時候咧，我會覺得唔值得咯。係啊，唔值得咯。即係我會，因為我會諗翻自己生存嘅價值係咩？我生存嘅價值就係令到我屋企人幸福，我要俾幸福佢哋，我要揾錢養佢哋，我要令到佢哋生活無憂。咁呢個時候，如果我做咗呢樣嘢，咁我得唔得到呢樣嘢係永遠都得唔到，而且佢哋仲冇咗個女添。佢哋白白養咗我20多年，我就咁樣去了結自己嘅話，佢哋係唔會開心，永遠都唔會開心。咁所以我係唔會做呢樣嘢。屋企得你一個女。家裡有一個女同阿哥咯，係啊，但係佢係好負責任嘅女兒，聽得出，
咁你發生嗰單嘢之後，咁你最難忘爹哋媽咪同你講嗰個咩説話？冇。有冇大家都唔講嗰啲啊？定係我閂曬廁所門咁？唔係，我爸嗰啲好傳統同埋好五十年代嗰啲人嚟嘅。咁佢係同埋屋企福建人，咁所以好大男人。係啊，好封建嗰啲。咁我爸爸咪同我講話，叫我以後唔翻屋企，我話我丟曬嗰啲架。但我想講，我由細到大都係資優生嚟嘅。我即係我同我哥之間，我係永遠都係最乖嗰、那個。因為我由細到大冇人錫啊嘛，因為福建人。咁但係我因為要佢 pay attention 我，所以我成績、我嘅行為、我到大個、我嘅所有嘢我都會好叻。咁但係突然之間我有一次差錯嘅時候，你同我講呢句説話嘅時候，我根本已經唔夠膽翻屋企。你仲同我講呢句説話，我更加冇面去見你哋咯。咁嗰陣時其實我有因為我爸爸呢句説話想了結自己嘅，我認真，因為會覺得我為咗呢個屋企咁樣，而我屋企人你都因為呢件事唔係唔識欣賞，而係佢哋會覺得有我呢個女係一個慚愧嘅話，咁我真係想結束自己生命啦。咁但係到最尾嘅時候，係我同我爸爸講咗話，我想死。我話我覺得我翻唔到嚟面對你哋，我話對唔住，我知道你個人好要面，我亦都知道你出面好多朋友去點樣睇呢件事。我話 OK， 跟住我話我唔會再翻嚟嘅，你放心。我咁同佢講，我爸爸話你跟住突然之間佢轉口風，我話你翻嚟啦，有乜嘢啫？記者喺樓下，係啊，我落去同佢哋講啊，有邊個唔會做錯事啊？你傻㗎咁。咁佢講完呢句之後，我就突然之間咧，好似見到個太陽咁啊。跟住我就你嗰段嗰番説話係打電話同爸爸講㗎 ？message。佢咁樣講完，我就覺得。唉 ，OK， 爸爸開門都出嚟喺門口啊！仲唔開門？其實我冇走過，唔係啊，撳咗好耐鐘啊！全世界都唔中意我唔緊要，最緊要係我屋企，我有個地方係我永遠有咩事，我去匿翻翻去先。就係咁，所以我家庭觀念好重。明白。好靚啊！大家覺得佢？妖，我咪咦？但我想問一下，但我想問一下你咁樣唔好講話發生咗啲咩事啦。其實你一路都係一個好性感嘅形象出現，咁其實你爸爸會點咧？即係我爸爸唔中意㗎，係因為冇爸爸會中意㗎嘛，係啦。唔係點解要行性感啫？即係雖然你想㗎、安排㗎嘛。咁你唔係㗎嗱 ，TVB 俾 job 你接啦，你接唔接啊？接啦，梗係。如果唔接，咁邊人知道你存在啊？係咪先？嗯，佢可以接。咩啊？係，佢你唔接，你接得㗎啦。好多人都唔接嘅，好多女仔都唔接嘅，即係會真係會退。但係我會覺得，既然我做得呢行，我一定要接受唔同嘅挑戰，我一定要接受唔同嘅角色。咁我咪做咯。我因為我期望有一日，因為其實我覺得你拍一個劇，你除咗係你俾觀眾認識你之外，你亦都係俾後面嘅去認識你。你唔做，你永遠啲監製導演唔會知道你呢個人。所以你要爭取每一次機會，就算係未做未唔係做緊嘢，你喺後面休息緊，你都係俾人哋見到你嘅時候，你就係工作緊。喺呢啲時候你做得好，人哋會記得你。你要喺芸芸之中咁多人。人哋肯用你，而你人哋又冇乜，即係你因為我又唔係港姐，係咪先？咁我又係可能天使，人哋會睇低一線，即係覺得啊，你哋只不過係一班女仔出嚟捧嘢啫嘛。咁所以你呢個時候要更加話俾人聽，我唔係咁樣，因為我個人係好唔輸得啊，我覺得自己，就我會覺得你睇死我，越係俾你睇唔死，話俾你聽。所以我揀自信就係一個咯，即係自尊。其實唔關事嘅，你話俾佢聽，如果你輸咗咧，而家。多啲錢添咧，佢 OK 嘅。係啊係啊，所以佢唔係，所以我千祈唔好嗰啲咩打。你明唔明啊？佢唔係嗰樣嘢，佢係實際最緊要。冇 value 嘅。Exactly， 即係實際最緊要。咁係咪即係個人好利益咧？唔一定嘅，即係你唔可以咁樣睇嘅。你有陣時唔係為利益，你就會行嘅。即係你唔係樣樣嘢有。叫咗你做，你就一定會做嘅。係啊，都係嘅。你唔係嘅，即係你即係唔係徹底地為利益掛帥咯？絕對唔係。唔係，我應該話有利益得嚟，我有個人好有原則。即係例如人，喂，講真，我入嚟咁，我有個形象咁性感，一定有人叫我翻工，甚至叫我做佢女朋友，唔知俾幾多我錢我，即係會揾啲中間人，甚至佢自己同我講。我啱啱都想問。喂，係咯，出開到咩價？我一開頭嗰陣時咧，佢係乜嘢啫？係啊，我一開頭嗰陣時入行嗰陣時咧，就好似係幾萬萬幾二萬蚊食餐飯，跟住到後屘但係張單你埋，哎呀好煩啊你！佢埋嘅，咁跟住咧，應該啫都係啦，我都唔肯定，因為冇佢埋過，我俾位佢啊，醒到唔係咁，但係到後屘咧，就而家好似講緊50萬食飯係咁樣咯，咁但係我都係冇去過嘅，係啊。
咁我覺得呢啲錢我又唔係講真，我真係好想賺嘅，我真係好想賺嘅，你食餐飯嘅咪先。但你有大嚿啲咧？如果嚿錢，冇啊，幾大嚿都係咁買。唔係，其實我反而介意係人哋點，即係我覺得呢行好細，一定有人知。我唔想俾人哋，我已經係咁。睇唔睇到啊？佢 weigh 個 value 係佢嘅 image 係緊要過佢實際收嗰嚿錢嘛？係啊，嗱，我覺得如果我係一個唔係呢行嘅女仔，真係唔係呢行，無啦啦有人出呢個條件俾我，我覺得我可能會接受咯。如果我對個男仔唔係太反感。即係個男仔又唔知嘅喎，係嘛？去到唔係唔係知嘅，知嘅，應該會知啩，我諗唔知啊，我唔知啦，又係咯。咁但係我覺得如果個人因為令到佢屋企過嘅條件會更加好啦嘛，咁但係佢唔使犧牲佢自己嘅 image 嘛，又唔會騷擾到屋企，又冇人知咁，梗係我可能真係中意咗佢啦。嗯，係咪先？同埋你食餐飯啫，食餐飯見完咁佢，我覺得佢應該係下次先再問你。喂，咁我今晚想同你過一晚喎，咁你有咩價錢咧？咁樣噶嘛。咁到時咁，我覺得佢唔得嘅，咪唔得啊咁樣咯。我自己咁諗咯，但係我都係冇嘅。食過咩而家？唔係咯，諗到咁真實實，又未食過扮曬嘢咁樣。因為點解我話佢唔係自信，一定係好自信啊，或者係佢樣樣都會衝咧？因為佢係思考導向嘅人嚟嘅。嚇咩嘅思考導向呢？就是不一定有金執你就執的，你是會諗清楚。很多人可能告訴你，喂 Coffee 啊，假設那個號碼一定賺硬的，其實你未必即刻捧曬所有錢去投的，你反而會退一步，你知不知道是困我的，即係佢會諗呢啲嘢嘅。所以其實佢不是咁容易信任的，佢係會考慮很多樣嘢。咁而對親人，佢應該是最信任啦，所以佢好珍惜那個關係，因為已經冇人明白佢噶啦嘛。是但其實我家人都不明白我的，是其實你自己明不明白自己呢？我都不太明白的，因為自己都不明白自己其實可能明白了，因為他自己都不明白嘛。不是，因為 我自己覺得自己是很多東西想的，但是我有時想的又跟我做的又不同的，所以我都覺得很出奇咯。喂，如果人家出很厲害的片酬叫你拍脫戲，你拍嗎？哦，有實有啦，有試過了，已經是吧？三點不露那些行不行？呢幾個月，呢兩個月內發生嘅事，咁點啊？嗰陣時考慮咗幾個月咯，但我嗰陣時又唔係為咗錢喎。哦，即係你有考慮嘅都。講真，其實我做呢行咧，我唔係為錢嘅咯，因為我覺得如果為錢，我唔應該做呢行，因為呢行真係揾唔到錢。如果你唔係紅嘅話，係咪先？我喺 TVB 咁多年，講真賺嘅錢真係。咁為咩咧？為咗自己中意拍戲咯，中意做戲咯，我覺得，我即係可能我哋聽完，我覺得你會覺得啊好膚淺啦，或者得都係嗰啲。得我哋冇咁諗過你咁講。但是我想的是我真的很喜歡這行，我很喜歡 present 自己，我很喜歡去拍戲，我很喜歡做不同的事，我不可以日日坐在office裡，我日日坐在office裡，你不如叫我自殺了，我不可以咯。但是如果你叫我日日做不同的事，跟別人去 community，哦，你都坐不定的一個人，是啊，你最憎悶的嘛，是啊，最怕悶，坐不定，所以其實我現在教得多瑜伽我都覺得悶悶的。你想想他觸覺、聽覺、視覺全部都是優秀，全部都是活躍，你學東西是很快，但是你的心要在這裡你才學得快，你沒有人逼到你的，是啦，還有其實最不要說逼你，最好就是跟你說清楚，你學了這件事呢會對你有什麼什麼幫助，你就點都得噶啦，係講清楚個 return 係啲乜嘢？係個 return 係對佢嚟講係好重要嘅。哇！咁你拍唔拍啫？冇啊，我推了推咗啦。出到幾多少錢㗎？通常價錢都仲未傾喎。未傾㗎。但係哦，咁唔怪之啦，所以傾唔到。唔係，睇到 return 都大佬。我相信佢會係唔係？其實我覺得價錢真係點解我唔傾咧？係因為我覺得呢個唔係重點啊，而係拍咗對你有咩影響？承受嘅嘢咯，我會諗好多咯，我就不停揭咯，好似你咁咯。諗呢樣諗嗰樣諗嗰樣諗嗰樣咯，係啊，好似我話咁，你真係啊，因為可能會影響咗你瑜伽導師嗰邊，唔係啊，係影響一生人啊，好笑，做咩啫你？冇。唔係，我會諗所有嘅嘢咯。嗱，雖然佢可以俾我個戲引，雖然我做女主角，雖然係。可能是一個好的導演，但是我想的是拍完這套戲之後，即他可能可以令我成名㗎。喂，我怎知道啊？可能突然間拎我影後呢，是不是你吹我不著？咁做乜要吹？我唔知啊，我覺得你好想趌我啊！我邊有做先發制人？我趌你㗎啦，點會要吹漲你啫？無啦啦，煩啊！
煩死。係啊，咁我就我諗嘅嘢係我之後到拍完呢套戲，咁但係我可能心理承受嘅太多啦。嗯、我屋企人承受太多了，想很多人的感受，我想很多屋企人的感受，因為我覺得之前那件事不是我控制的，但都搞到爸爸這樣了，已經很不開心，我更加不可以因為我自己的決定而令到他們不開心、所以其實很多人都跟我說、你真的很愚蠢，你家人、根本上你這一世就是你自己的，你不可以因為你家人而不做什麼或者做什麼，我說都不是 的，每個人的價值觀不同、是不是先都不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好啊，咁啊，你喺事業上邊，如果俾你問一條問題，即係呢個，即係你嗰條問題可以令到你事業上邊有好大提升嘅話，你會問一條咩問題啊？問一條問題去令到、其實我會唔會紅啊？哦，其實點解咁想紅啊？紅啊，我未可以帶俾你更多 add value， 唔係紅只係一個詞，但係入邊包含好多嘢，即係例如。入面包含的是我有沒有戲拍，我找不到錢，找不到錢，我做不做到我自己想做的事。嗯，那怎麼知道紅呢？紅啊，找到錢啦，有戲拍啦。因為不是，我覺得很現實的，這行呢，只要你是紅的話，你自己就是一個 brand， 你是一個 brand，例如我現在是 NSB，或者我現在是，我現在是，德明的，是的，但是，喂，你是Hermes喔，做Hermes的是什麼？我站出來，總之你這個牌子就是我會買了，是不是、這件事都是一個 brand 咯，紅我不會說一定是這行紅，在瑜伽界紅都 OK 的嘛、總之就是人旺啦、那你有沒 有被那次的事件很打擊自己、有的，到現在都還好、心理個關係很難過的，但是沒人知道的、即是人都覺得我是很厲害的，你回家病了、很 tough 的，是明白，就是這樣。你有什麼意見給 Coffee 啊？沒有啊，那我們完結了吧。我覺得他應該，即是今天你的findings很清楚，就是你有八個優秀區域，八個半了，八個半，其實的而且確和你短短聊天，其實你都相當之轉數，還有覺得你說話很有文路，很有文路，很清晰，所以剛才 Benny 和我都覺得，即剛才你不是說自己說我教瑜伽，其實最重要就是令到人知道我在說什麼、做什麼，我都對你很信任，我們對你很信任，是真的，這件事是，而且是你的 present、令到是你的 presentation 令到我們對你有一點另外一個印象出來，我直情改觀添，如果俾我係啦，即係 positive 嘅係。我起雞皮添，多謝。好啫，唔係我講真的。太客氣啦，太客氣。真係衰啊！哇，好痛啊！再乘機打翻我啊！摸你咋？紅咗啊！所以你應該告佢啦，兩條罪。係非禮同埋咩啊？哇！暴力。你有冇非禮我？哎、我哇！好驚啊！呢單嘢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捉阿 Gary 上差館啦，我哋今日係咁先啦。好啊，玩大佢咪。哇！好啦，拜拜。